弟兄姐妹早安，这个礼拜已经到最后一天了，感谢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有他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平安过来。预备你自己的心，明天早上是蔡纯清弟兄他会来跟我们分享美好的见证，预备你的心。别忘记如果可能你可以打个电话邀你的同事来参加，邀你的朋友来参加。那我相信他们能够透过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所经历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很容易的来接触福音。求神上帝祝福我们，预备也预备我们的孩子，明天早上一早我们就能够早早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恩待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读提摩太前书四章最后的两节15跟16，我们一起来读第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必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殷勤做，使众人都看出你的长进来。那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出你的长进呢？就是你不断的殷勤去做。那做什么东西呢？保罗所指的到底是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要在敬虔上操练你的自己。那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我们每一天的读圣经，我们的读经马拉松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我们无论怎样忙碌，我们就是每一天至少15分钟的时间祷告。那祷告的百万分钟的祷告大军，你就是要这样的操练。那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参加小组，每一个礼拜稳定的去参加主日崇拜，那我们的奉献的操练，还有这个服事的操练，那这些东西都能够不断的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圣灵的里面学习怎么样不断的这个顺服圣灵的感动。那这些都是敬虔的操练。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做众人的榜样。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人，总要在哪里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对弟兄姐妹，当然这也跟这个敬虔的操练是有关系的。那弟兄姐妹，在这一些事情上我们都要做众人的榜样，就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人就会看见你在属灵里面的成长。那第三个就是你的这个恩赐要如火眺望起来。那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不断的去办，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我们要办每一次要开跑的时候，我们就办密集训练，我们又要办这个研习会。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就叫我们里面那个传福音的火跟恩膏能够如火再眺望起来。那弟兄姐妹，真的那个火烧久了以后，你看那个火炭火就慢慢就这热度也好，火力也好，就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用那个这个炭钱呢去把它挑旺，那火焰又会重新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断要，因为我们要如火挑旺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花这个时间是值得的，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好叫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传福音的能力。那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传福音的生命在我里面被建立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常常跟保罗一样，所到之处我们就是传福音。第四个，这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殷勤去做的时候，我们众人就会看出我们是有长进。弟兄姐妹，长进何等的重要！每一个父母看见他的生养孩子呢，付出自己的青春，放弃自己的梦想。
那真的为着孩子付出，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成长哈。那我岳父呢，他带的这个养生养这三个孩子哈，我这个如林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然后他们是这个一家这个三个孩子，他父亲呢为着要看见这个孩子哇成长，他就决定做一件事，为了要教育他们，要给他们有很好的教育的环境，所以他就怎么样戒烟戒酒啊。那我告诉你，很多人是要靠福音戒烟戒酒，他是因为孩子的关系，他就戒烟戒酒。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成长成熟，就是望子成什么什么的哈，望女儿就要成凤，是不是？那弟兄姐妹，如果人是这样，我们做父母是这样，那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不更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啊，上天父上帝期待我们成长。加拉太书说，我们领受，我们都是儿子哈，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儿子，我们不但有儿子的名分，我们要领受儿子的这个产业，就是领受这个产业。他说，儿子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为孩童的时候，仍然在师父的手下，跟奴仆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成长，我们就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还是一个孩童。那弟兄姐妹，长大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会开始可以承受全业，我们成为整个产业的主人哈。所以成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能够成长？就很简单，你就是跟着教会，跟着牧师，跟着区长、小组长，你就全心全力的参与教会的每一个活动，那要参加小组，好好的每一个主日崇拜不要缺席，你就是尽力的来参与。弟兄姐妹，一年以后你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追求，我们只是跟教会若即若离，你十年你还是一样，你最多最后你不是成长，你只是变成一个老基督徒而已，你就什么的十年以后你还是一样，属灵里面还是幼稚。那幼不幼稚很简单，我们的分辨能力啊，当别人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分辨能力是不是已经我们的行动，我们是不是像柱子一样，我们是不被动摇的。那弟兄姐妹，越不被动摇，就证明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越扎根在上帝的恩膏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一个成长不是你自己看见的，是众人都要一起来看见。那最后这一节就要提醒我们，你去教导别人，别忘记了先教你自己，先教你自己。很多人很会教别人，就是不会教自己。那很多人，因为他很容易就看见别人有什么问题，别人需要什么啊，他就去教。可是自己有什么需要，自己所讲的没有自己先教导自己。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千万要留意，你要教导别人，不要忘记教导你自己。这样你而且要在这些事情上，你所讲的，你所分享的，你所教导的事情，在这些事上你要恒心。他说这样行呢，你就可以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他弟兄姐妹，太棒了，是不是？我们不是只要救别人，我们也要救我们自己。我们要相信，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不要被自己反而被被弃绝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走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一定是在走在的做榜样。我们在前面的永远别忘记，我们是要做榜样，做一个榜样，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主的那个福音的伟大和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又是美好的这个一个周末了，求主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跟家人、跟朋友，我们能够有很好的相聚。谢谢主预备我们，主啊，感谢你，明天将是这个复活美好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求主祝福我们，主啊，预备新的一个礼拜，主啊，感谢你，新的一个礼拜必是更美好的一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